追女孩呢，是个技术活，归根到底，核心技术只有一个，不是真心，是有心。我有心啊。你那不是有心，是有病。我说的有心，是要投其所好。我在外边想吃点东西，但手有点脏。这才对嘛，他要什么你就给什么，找出他内心真正的需求。谈话内心真正的需求。这么说吧，若他涉世未深，就带他看尽世间繁华；若他心已沧桑，就带他做旋转木马。我看谈话虽然年纪不大，但总觉得自己看透了男人，看透了百态，也算是心已沧桑吧。就带他做旋转木马，聪明。带他做旋转木马，旋转木马。唐焕，陈志，这不是徐医生的车吗？啊，嗯，快上车，有患者。有患者？不回医院，你这是往哪儿开啊？患者不在医院，在外面。白老师让咱们赶紧过去。在外面是车祸吗？我也不清楚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你叫救护车了吗？通知了，通知了。陈志，受伤的患者呢？没有患者，也没有人受伤。没有患者。我想带你做一次旋转木马。若他涉世未深，就带他看尽人间繁华；若他心已沧桑，就带他做旋转木马。唐华，你跟我做一次旋转木马，你就知道了。我看你，应该去精神科看看。唐焕，你带他去做真的旋转木马了？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若他心已沧桑，就带他做旋转木马。我那是比喻，比喻懂不懂？啊？若他心已沧桑，就带他做旋转木马，意思就是你要让疲惫的他感觉到单纯的美好，击中他内心最柔软的部分，这样才能获得他的心。不是让你带他去做真的旋转木马，你也没跟我说是比喻，我哪知道啊？讨女人欢心这件事儿是一种天赋，你要是没有，要硬学，恐怕很难。你呀，你就单着吧你。你别走了好吗？哎呀，我们今天不说这些啊，老公。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度假村啊，五星级的，特别好玩，有很多明星啊，他们都带家人去玩。这两天啊，我们什么也别想，好好的玩几天啊。媳妇儿，其实我。患者36岁，高速撞击车祸，神志不清，血压110/70，心率96，血氧饱和度70。稳住，抢救11床。医生，你一定要救救他。家属外面等。救救他！救救他！静脉2毫升丙泊酚。听诊器，给他做胸腹部超声检查，
没问题，胸部没问题，带他去做 CT。好。医生，我老公到底怎么样啊？扫描结果显示，他的脊椎、腹部、胸部都没有受伤，但头颅 CT 显示，他的双侧脑实质有弥散性出血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是脑出血了？对，是脑出血的一种。而且这种情况我们没办法通过手术缓解，我们需要他在 EICU 观察一段时间。如果后续我们能够控制出血、降低血压的话，他是有机会醒过来的。那医生，你一定救救我老公啊！救救我老公啊！您放心，我们会尽力的。我现在来帮您处理一下您的伤口。都是我不好，都怪我，我不该跟您吵架的。我要不跟您吵架，你也不会被气得头晕。您是说患者在出车祸的时候曾经有过头晕？是，我老公他开着车，就头一下晕了。当时您也在车上。您现在身上有什么不舒服吗？我没事，我可能就偶尔会晕晕的。您也会有头晕的情况？一点儿。头晕有可能是脑部疾病造成的，所以我建议您也去做一个 CT 排查一下。可能我就是昨天晚上没睡好。医生，我没事的，我不用做。我现在就想陪在我老公身边，你能让我待到他身边吗？好，那如果您身上有任何不舒服，请及时告诉我们。好，谢谢医生。肖医生，患者家属晕倒了。医生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我的脑袋里长什么东西了？我们给你做了头颅 CT， 但没有发现有任何异常。那这是什么原因啊？其他的结果还没出来，所以现在还不能确定。我平时身体很好的，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。我现在就想见我老公。你现在不能起来。没事的，我还没事儿。你刚才都已经意识障碍、心跳停止了，要不是肖医生及时给你做心肺复苏，恐怕你连老公见都见不着了。我不就是晕倒了吗？你现在的状况呢非常不好，你现在四肢软、肌力差、心动过缓，还有一臂波。这么严重？当然了，你现在随时都有可能心脏停跳、呼吸停止，你要听我们的。检查结果出来了，虚假2.8，低血钾呀，怪不得会引起心律失常。低血钾是什么呀？严重吗？血钾过低就会造成心律失常，甚至心脏停搏死亡。你现在的血钾才只有2.8，随时都可能心跳停止。怎么好好的，我就低血钾了呢？很多的疾病都有可能引起低血钾，现在还不清楚具体的状况，我们后续还要给你做一系列的检查，才能知道结果。医生，拜托你们了。还有我老公那儿，请你们一定要救他醒过来。放心，我们会尽力的。谢谢，谢谢。好好休息吧，肾静脉穿刺补钾吧。给他用抗心律失衡的药。护士长，最近密切关注患者的血钾还有生命体征。好，生命体征我们已经调整了监测的范围值。你们那边患者情况怎么样？低钾血症，但已经稳定了。低钾血症，哟，那挺严重啊，一定要留心观察哈。护士长要多注意休息。好的，谢谢主任。行，那你们先忙吧。吕燕的血钾是升上来了，但还是比较低，没有明显的治疗效果。心脏方面呢？心脏没有发生骤停，但心率一直还是失常的。内分泌正常，尿检正常，肾功能正常，
我这哪儿哪儿都正常，怎么就不见好转呢？你现在这些症状是低血钾造成的，还需要做进一步检查。可是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还查不出原因呢？这个你先别着急，有些病的成因呢是比较复杂的，一旦查清楚了，确定了病因，对症下药，很快就能痊愈。哎，肖医生，我老公那儿怎么样了？颅内出血已经止住了，病情一直在好转。啊，那就好，谢谢医生。好好休息吧。嗯。还是要尽快找到病因，对症诊治，不然拖的时间长了，还是有心脏骤停的危险。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肖医生，患者有情况。两百焦，两百焦确认。救回来了。我这里一点线索都没有，根本查不到。我这也查不到。哎，小燕，五床那个肝癌患者又吐了，护士长让你俩去看看。走吧，回来再查吧。哎呀，真的是忙的忙死，闲的闲死啊。是啊，刚才肖医生也忙着查东西，也不知道在查什么。你想知道肖医生在忙什么啊？就不告诉你。爱说不说，憋死你。他被一个低钾血症患者给难住了。低钾血症？你是吕燕，我是肖医生的同事白竹。白医生好。你的病历我看过了，你有不明原因的低血钾，而且还非常严重。肖医生他们也一直没有找到什么原因。你和你老公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平时能接触到什么化学物质吗？白医生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治疗过一个急性镉中毒引发心肌炎的患者？哦，记得啊，那个在小电池厂工作，然后把镉蒸气吸到肺里的那个。没错，武威是一个石油工人，我和他老婆刚聊过，他长期在非洲的一家中资油田工作，这次回来是探亲。所以你觉得吕燕也是某种化学物质中毒？很有可能。之前我遇到过这么一个患者。他是一个加油工人，长期可以接触到含铅的汽油，可能是哪一次不小心把化学物质给带回家了，最后他和他老婆都铅中毒昏迷了。你可以去查一查资料，看看有没有跟他们一样的案例。好，谢谢白医生。行，谢谢啊。
怎么样？哎，我咨询了石油化工方面的专家，还有医院的孙教授，他们都认为患者的低血钾和汽油中毒、铅中毒没有关系。那看来不是在油田工作的原因啊。哎，有人还想英雄。你干什么去了？老爸，我饿了，我想找点吃的吃。刚吃完晚饭就饿了？我现在是生长发育的关键期，当然容易饿了。行，我的小祖宗，我给你做面去。你呢，就乖乖的坐在这儿等着我，啊。哎，对了，老爸，我们明天放假，你带我去一趟你们医院里呗。你怎么了？你哪不舒服？要不然咱现在去吧。哎呀，老爸，你别紧张，我身体好着呢。是我们老师布置的任务，让我们写一篇我的父亲的作文。我这不是想去观察观察你吗？你吓死我了！你成天在家还没观察够啊？我这不是想把你治疗病人时的光辉形象写出来呀、啊？这叫透过现象看本质，你明白吗？我深入现场调查，能写出好的作文。你这一套一套的，都跟谁学的？徐一然呗，还有谁呀、啊？又是徐一然。哎呀，老爸，你快点，我都饿坏了。才刚过来，等一下，马上就好。啊。肖燕去那家小工厂调查的时候，你也跟着去了吧？怎么，怕她出事儿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对她有点动心了？喂，肖医生，明天午休的时候有空吗？嗯，老爸，你忘了吗？明天要带我去医院里。你这典型的重色轻文啊！你忘了吗？你胡说什么呢？好好吃你饭，别学你徐一然说出乱用词儿。好好吃饭。哦。咱们真的要去李院家？你征得人家同意了吗？这可不是我偷的啊。这也是想让咱们尽快找到病因。不过上次你给我打完电话以后，我也想了想。如果导致他中毒的某种化学物质不是在工作中接触的，那最有可能的就是他的饮食。你来看这个，看这个，果然包子里有微量硝酸钡。钡中毒。钡中毒时，细胞膜通透性增加，大量钾离子进入到细胞里，导致血清钾降低，出现低钾血症。明白了。我这就去安排化验。你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，血液中钡离子含量严重超标，现在可以确诊了，是钡中毒造成的低钾血症。钡是什么东西啊？钡是一种金属元素，它本身是没有毒的，但是呢，它的化合物叫硝酸钡，如果误食之后会和胃酸产生反应，形成有毒的氯化钡，从而造成低钾血症。我们在你们咬了一口的包子里发现了硝酸钡。可是包子是我和我老公，我们俩人亲手包的，怎么会有硝酸钡呢？那我们就不知道了。肖医生，钡中毒能治好吗？这个你可以放心，你很快就可以恢复了。
谢谢你们。白医生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能到现在都找不到患者发病的真正原因。我要谢谢你。常规操作。你们说包子里的硝酸钡哪儿来的？是无意混入还是有人下毒啊？下毒？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你以为这是古代呢？那怎么不可能啊？那谁家往包子里包硝酸钡啊？哎，你们想象力太丰富了吧？就是，人家患者家属都说了，自己家给自己包的包子，谁会自己给自己下毒啊？嗯。医生，我老婆她当时也在车上，她没事吧？你老婆她没事，就擦破点皮。那她怎么不在啊？她人呢？她因为被中毒也住院了。被中毒？我们在你吃过的包子里检测出来了硝酸钡。那她没事吧？她之前因为心脏停搏，都已经心脏停。颅内出血已经止住了，怎么又昏迷了？唐焕，带他去做个头颅 CT 吧，别有其他地方再出血了。好。肖医生，头颅 CT 做好了？嗯。怎么样？刚刚出血的位置已经明显吸收了，也没有其他位置出血。那怎么又昏迷了？难道是被中毒吗？这样吧，你带患者去做一个心电图、大生化，还有心肌酶谱。好。嗯。肖医生，五位的报告出来了，也是血钾低。血钾2.6啊，比他老婆还严重。难怪他老婆之前说他开车的时候晕了。你帮我去查一下患者刚进医院的时候的生化指标，主要看血钾的。3.2，也是低的。我还是去看一下患者吧。你注没注意，刚刚吕燕听说他们是吃包子才中毒的时候，表情可奇怪了。是吗？我有个想法，不过我就是随口说说啊，你听听就算了，不用当真。你怀疑是他自己下的毒？嗯，我就是瞎猜啊。你看他紧张他老公那个程度，说不定是他俩之间发生了什么矛盾呢。所以，可如果是他下的毒，他自己怎么会中毒呢？那说不定是误食呢。你们这是胡说八道！你怎么起来了？这很危险。我老公一直很恩爱的，我们之间没有矛盾，我也不可能给他下毒的。你们胡说八道！我要找你们领导，把你们领导叫过来！实在是不像话！都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在背后议论人家患者的私生活，就是不听。你看你们俩的样子，哪里像医护工作者？完全就是街边的成蛇妇。主任，您先消消气。这事儿赖我，是我没管好他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不要替他俩说话了。我告诉你们两个人，人家患者要把你俩告到院里面去，还说要找媒体。你们捅的这么大的娄子，我看你们怎么收场！不能让他们去找媒体呀，这对我们急诊科影响太坏了。我让人家不找，人家患者就不找了。是我们俩的错，我们俩会给患者道歉。要是患者不肯原谅我们，我们就承担责任，不给院里惹麻烦。主任，你看，他俩认错了，你这么凶，都把他们吓坏了。你们还杵着干什么？赶紧跟人道歉去啊！快去快去，我也跟着去看看啊。哎，护士长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，
这两天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觉得你一直在躲着我。没有，咱俩都忙。星云跟你说了什么了吧？让你多想了。我想跟你说，其实你不用多想。以前咱们什么样，以后还是什么样。我是急诊科的主任，你是护士长，我们一切都以工作为重。主任，您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好，那你快去忙吧。我去看看他们。哎，好。我是急诊科的护士长，我没有教育好他们，我给您赔礼道歉。算了算了，我也不想为难你们，你们走吧。谢谢您肯原谅我们。谢谢您，我回头一定加强对他们的批评教育。肖医生，我老公那边怎么样了？车祸造成的颅内出血已经止住了，你老公症状跟你一样，因为被中毒造成的低钾血症。但你放心，我们已经对症下药了，应该很快会醒过来。那就好，谢谢肖医生。他们两口子吃的是自己包的包子吧？武威在开车的时候突然头晕。也就是说，车祸是被中毒引起的，而且武威中毒比吕燕重啊。你说会不会是吕？你怎么这么八卦？我就是单纯的好奇心。嗯。哎，打扰你俩二人世界了吗？有个患者，你帮我看一眼呗。你的患者我看什么呀？我是在给你一个在校园面前表现的机会，你不去送。白医生，我求求你帮帮我呗。行吧，我说清楚啊，我不是为了帮你，我是帮患者。当然。肖医生，那个徐然那儿有一个患者，他搞不定，咱们一块去看看。一起去看看吧。嗯，行。啊，走吧。行。患者有吸烟史，20年前就患上了慢性支气管炎和高血压。胸前区疼痛啊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据患者说，大约是在2年前，一般会每天发作1到2次，大多是在晚饭后或者凌晨4点到6点之间发作。发作的时候伴有灼烧的感觉。疼痛跟呼吸有关吗？跟呼吸没有关系，有时候可以自行缓解，有时候含硝酸甘油可以缓解，但缓解之后还会再发作。心电图做了吗？一直是窦性心律 STT 改变。这是冠心病心绞痛的表现。当地社区医院就是这么诊断的，他们与患者单硝酸异山离酯和复方丹参滴丸等对症治疗，但是没有明显好转，仍然持续发作，时轻时重。3天前，患者喝完白酒之后呢，胸痛加剧，发作持续，还伴有轻度的吞咽困难，但是查体和辅助检查都未见明显的异常。胸片呢？胸片显示少量肺气肿，所以我判断，不一定是冠心病心绞痛。两位有什么看法？让肖医生先说。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。让肖医生先说，怎么说不出来表现也是这样？幼不幼稚？我判断是反流性食管炎。反流性食管炎？白医生觉得呢？一样。嗯。完，没机会表现了吧？
不过要确认的话，还要进行胃镜检查。我马上去安排。食管黏膜糜烂，确实是反流性食管炎。没错，你尽快给患者安排治疗吧。你们两位真的是我们急诊科的金童玉女，男才女貌，珠联璧合。太有默契了吧。我去查房。你打我干嘛？哎，你就是狗咬吕洞宾，看不出来刚才给你制造机会呢啊。喜欢人家萧燕就直接追呗，整天偷偷摸摸，猥琐不猥琐，龌龊不龌龊，还不如人家陈志大胆表白，勇敢行动，屡战屡败，百折不挠。我喜欢萧燕，你眼神有问题吧你？我比谁都眼明心亮好吗？哎，小护士找我有事。护士长找我有事儿，我先过去了。能把林志认成宵夜，你也是人才啊！行了，哎，小光还找我让你帮一忙。鲁迅说过，口误是内心真实想法的外表现。鲁迅还说过，他什么都没说。哎，我追女生的金玉良言，要不要传授你几句？自己留着吧你，你就装吧你就。肖医生，我老公会醒过来的，对吗？他虽然症状比你要严重。但我们已经找到病因了，对症下药，他很快就能醒过来。根据车祸造成的伤势来看，你老公是为了救你，急速控制了方向盘，才撞成了脑出血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你的伤势才比他轻。原来是这样。原来是这样，为什么我们在你们家的包子里检测出了硝酸钡？我老公常年在非洲油田工作，一年也回不来几次。我很担心，因为这工作有危险，我因此一直提心吊胆，向他辞职。所以我想趁他这次回来，想劝他在国内换个工作。可没想到，他觉得非洲油田上工资高，不肯放弃。我就想到硝酸钡可以让自己生病。可是，一般人平时很难接触到硝酸钡啊。我爸，他以前是烟花爆竹公司的工人，有一回就是因为被中毒，浑身没劲儿。在家里躺了一个多月，所以我就以为硝酸钡中毒，只是浑身没劲儿，没什么大事的。于是我就在我自己吃的包子里放了做炮仗用的硝酸钡。我只是想着，我生病了，也许就能留下他了。而且我只放了那么一点点，那为什么你老公也被中毒了？怪我没有第一时间清理干净，我老公误食了。之前白医生也说了，硝酸钡和胃酸反应会产生氯化钡，从而造成低钾血症，严重的话可能会引发心脏问题。都怪我，都怪我。这件事儿，我们得上报警务处。
让警察把李玉儿带走了。为了把老公留在身边，就在包子里放硝酸钡，简直了。你说她老公醒了以后怎么跟她说的？直接说呗。这太残忍了吧。这有什么残忍的，实事求是啊。恭喜你了，您现在身体已经没有大碍了，接下来好好休息就行了。谢谢医生。我老婆现在怎么样了？你们之前说她心脏停搏，她没事了吧？就是硝酸钡中毒引起的，经过我们治疗已经康复了。那就好。那她人呢？是这样的，你刚醒，还需要一个恢复期，等你彻底恢复好了，能下床，到时候就能看到你老婆了。医生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知道自己是硝酸钡中毒了，对吧？我给你科普一下，硝酸钡呢，平时在生活中比较少见，那你可以想一下，你身边有谁可以把硝酸钡包进包子里？你先好好休息吧。原来白医生说话也会拐弯抹角啊。有吗？那也比某些人装哑巴强吧。我要有老爸王了。好了，真的是。白西瓜，以后不准敲碗啊，从小敲碗，长大了要饭。快吃吧。哎，对了，老爸，我们周五要开家长会，你得去啊。周五？不行啊，到时候我要加班，去不了。哎，你就去吧，不然我们班主任又要说我了。没事，到时候我给你们肖老师打个电话就好了。肖老师，我们班班主任姓刘啊。啊，那个昨天我们科来了一个患者，他姓肖，也是个老师，我记查了。我知道了，老爸，你想的是肖阿姨吧？赶紧吃你的饭。嗯。大半夜穿成这样参加奥斯卡晚宴啊？怎么挑这么一件啊？不是你让我选的吗？别擦了，小心老板把你打出去。老板，再来20个串，2串烤腰子，2个无糖可乐，4瓶啤酒。好嘞，好嘞。烧烤致癌，亏你还是个医生。你脱离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氓。再说我又不是一天三顿吃烧烤，可乐我也喝无糖的啊，喝着一样爽。说吧，找我出来有什么事儿？没事啊，就想让咱俩好久没聚了，出来吃吃饭，聊聊天。哼，行了吧你？我叫你多少回你不出来啊？那是良心发现，还是因为肖医生？吃不吃啊？不吃赶紧走。吃吃吃，不吃白不吃。吃着慢慢说啊。酒水先上来啊，空串马上就好。好，哎，老板再来矿泉水。好嘞，哎。哎，说起来，自从你收养小光以后，6年没谈过恋爱了吧？一转眼6年过去了，你愣是连个女人都没找到。这事儿我有责任。你成天给自己扣一个情圣的帽子，哎，也没见你正儿八经谈个女朋友啊！啊，你好意思说我？哼，我那是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说你的事儿，你提我干嘛呀？那咱们俩说个正事儿啊。啊，在我看来，你和肖医生之间呢，啊，甭管结果如何。哎，不，等等。什么叫甭管结果如何？我要是出手，还能有别的结果？来了，串儿来了，来，哎，哎，谢谢。哎，好，慢用啊。那你倒出手啊你！怂货。我明白了。你是想追求肖医生，又害怕被拒绝，所以大半夜把我找出来。想让我替你分析分析肖医生的态度，给你增加点信心，是不是？还真不是，我呢就是想看看你，
每次看到你呢，我就信心大增，无论是从医术还是颜值。请求他人帮助对你来说就这么难吗？我不需要别人帮助啊。服。哎，我真服了。行了，看这顿烧烤的面上，我给你透露一个重要情报，想不想听啊？不想说就憋着。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，肖医生心里是有你的。我知道。乐啥呀你？优秀的男士受人欢迎，这很正常啊。要是打人不犯法，我现在就让你变成半身不遂。正确的认识自己，有助于心理健康。最不健康就是你，还心理健康。哎，说实话，作为朋友，我挺希望你和肖医生能成功。你这些年你一个人带着小光也不容易，是时候该自己考虑一下自己的生活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觉得肖医生也不错。